第二次打压635，测试了一下，基本上使用功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可以开稿了，可以来试一试。OK， 这个配合工它有点紧，装上去之后需要用点力，但是使用的话非常舒服，因为只有轮子12.24，然后这个槽是12.30，60，只有60公差。